小红秀峰飞去，五月四日的秋天。那么懒人氏呢，它是分布在台湾的低海拔，尤其分布在恒春半岛的丛林，它是这边的原生树种。可是呢，我们这个是懒人树果哈，懒人树果，懒人果，它就是懒人叶，懒人叶。叶橘，七里香。啊，因为它成长在恒春半岛这边，所以我们称它为恒春霍格树。林头树呢，它会生出气生根或柱柱根。我们称它为退休拿岛的树心啊，火烧林头不死心。它会从旁边呢长出来，啊，如果说被火烧掉以后。